你尿布吗？还是不用？哦，OK OK。哈哈。去夜市的时候，我的感觉，一切都是情人过去，然后怎么解释自己要分手？来，剧组准备。因为没有公平。来上。是吗？不，没办。放下。你知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平庸，这么好这么棒的你，一定会，你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脉跟幸福。十四至十一，十七至一 ，Take six。好。那我这边第十四，在场就 OK 过。那你们休假，然后你出来找。就删掉。就一直做。好，熊。熊。各位。熊。